大家好，我是徐立贤，欢迎来到跨市博弈。你是不是都觉得记忆体价格有上有落，就好像潮汐涨退那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市场上的专家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所谓的超级周期，需求很劲，供应紧张，所以加价是理所当然。这个就是大部分人听到的共识，一个听落很合理很难反驳的故事。但如果我跟你说，这个超级周期的故事由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一场近乎完美的勒索，而你和我就是被绑在凳上面的人质呢。整件事的引爆点呢，就是美光 Micron 最近发出来的那封信。表面上它是一封加价超过 20% 的通知，但你看真一点，它的潜台词其实是一封措辞优雅的勒索信。它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迫使整个科技产业链跪低。传统智慧话我们知道第四季是电子业淡季，价钱应该会软化，但现实呢，现实是记忆体价格正以一种违反经济学基本常识的姿态垂直地向上冲。那究竟是哪个在这里扫货？表面正攻指向那些云端服务巨头，好像亚马逊 Google 那样。据说他们现在买的货是为了应付远在2026年的伺服器需求。你没听错，是2026年这种跨越两年的恐慌性采购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笑话，就好像他们个个都有个水晶球，看到两年后的世界末日感。但这个只是烟幕，真正在背后操控牌局的是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这三大寡头。他们找到一个比印能指机更好用的工具，就是策略性这样亲手扼杀自己的产能。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将本来用来生产通用型 DRAM 的产线大量地转去做利润高几倍的高频宽记忆体，即是 HBM。 没错， HBM 是现在 AI 伺服器真主要的贵价东，但这个转移就好像将全香港的食米供应拿晒去让茅台一样。结果就是我们日常用的 PC、 智能手机甚至汽车里面的电子零件，这些平民应用面临没米落锅的困境。这场人为饥荒有几严重啦？数据告诉你，全球 DRAM 厂的平均库存已经跌到 3.3 个礼拜的历史新低，远远低过8个礼拜的健康水平。SK 海力士和美光巨文更加得回2个礼拜货。在供应链管理入面，这个不是叫精神，而是叫玩命。你以为这就完啦？还未，美光的策略更加换味，他们专拣伺服器用的 RDIMM 和企业级 SSD 这些大单嘢来开刀，一家就超过两成。这个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压力测试，他们在这里赌，只要搞得掂最有钱那班伺服器客，其他那些议价能力弱一点的电脑厂、手机厂，除了乖乖给钱之外，根本没得揀。最讽刺的是，连就快被淘汰的 DDR4 这种老古董，因为在某些特定系统里面没得替代，个价钱竟然一个月可以升超过 20%。 他们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东西是平的，无论新定旧。但是在这场好像三兄弟齐上的狂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极之不对称的赛局。当美光和 SK 海力士在两个礼拜库存的降线上跳舞的时候，你估下三星电子手上面有多少货？六个礼拜它足足是竞争对手的三倍，你以为它反应慢吗？不是，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重心。三星拥有更从容的姿态，它可以一边享受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利润，另一边又可以利用它庞大的产能和相对充裕的库存，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来扮演市场的最终拯救者，进一步巩固它的霸主地位。其他两间厂在这里豪赌短期利润，而三星是准备紧收割整个牌局。所以这一轮所谓超级周期的真相是什么？它是一场由供应商发动，用 AI 狂热做掩护，再利用库存水位做武器的完美风暴。记忆体三巨头正以近乎合谋的默契，将整个下游产业的利润好像抽水机地向上抽。他们将所有赌注压在一个信念之上，就是 AI 的故事会继续吹，辉达 NVIDIA 下一代的 Rubin 晶片会引爆更强的 HBM 需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场涨价潮的根基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终端需求上面，而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透支和对断货的恐惧之上。这个是一场高风险的胆小鬼游戏，看看买家和卖家哪个会先在价格面前斩眼。现在看来买家已经输了第一个回合，但真正的问题是，当那班云端巨头在2026年
发现自己个仓堆满晒昂贵嘅晶片，但到时嘅真实需求并冇好似预期中咁疯狂嘅时候，今日嘅超级周期会唔会变成听日嘅超级库存灾难啊？所以谂清楚你要玩嘅游戏系继续喺设计好嘅规则里面做一个被动接受价格嘅消费者，定系去睇穿甚至利用呢啲潜藏喺规则之下嘅真正杠杆，成为一个冷静嘅玩家。记得订阅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揿埋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最新内容。如果有兴趣，请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埋 Patreon 会员，资料喺下面 info box。下次再见。